这是在谁家地里整的呢？野生的。啊？野生的，我怀疑是谁是不是这个整的？韭菜能有野生的？那不知道，我就在那个大石堆边儿转圈长的。是别人家整的，你给挖了吧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是谁。别人一家可能是人不要了，要不都他都种地了。嗯。哦。这个杏包里一点都不齐。对。哦哦，就是那种散乱的。对，啊、本来是挖小根蒜和胡萝卜丁的。整回来。这玩意儿也整回来。一撮一撮的，以为是小根蒜呢，一看是韭菜。我说这韭菜，这小根蒜咋这么粗呢？买一看是韭菜，主要是你正好咱圆的，先摘点哈。嗯，先发现。嗯，要不你得买籽儿。嗯。种的多细呀、啊？得多少年能长那么粗？嗯，真的。真的。这还挺粗啊。嗯。这筐里都是，这一大嘟噜。我摘老多了。哎、啊，这根儿根儿这么大啊。嗯，这根儿大，这些不得摘一大池子。妈呀，不少，全让你们给整过来了。哪个大桥没有？这家伙一顿挖，端了呗，意思。挑大的挖。这端每天人该早了。不能，这谁家地还得感谢咱，你都给他挖走了，要不然端那啥要地哈，墓地。啊，墓地这玩意儿。嗯。这年轻时的三位好姐妹，又重聚了呗，意思。对。一起挖菜，这牡丹江过来的，这种感觉多好啊！远道来的，嗯，多好啊！还有一个深圳的，深圳的，深圳的走了。他今天下午就那啥了？说明天回来了，明天回来，明天回来。哦哦，办事去了呗。嗯，回来咱又可以在一起玩，又可以打麻将了，四人一桌。小皮特，哎呀呀呀呀！小皮特，哎呀。真好，昨天也没宰啊，也没少，也不整，不少整了是吧？你是我的地挖的全不全吗？全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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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嘴都瓢了。我把这个，这有那草根，拍一拍吧，拿拍，有这草根的，别整平平的哈。嗯、看我背的直不直？还没背，还行，挺带劲的。有那么点意思，来吧。哎呀，完了，放蛇了。这马肚那嘎有劲儿，它就长得。我那咱摘，我就两根山根的，长得细不行。太厉害，我给你干了要。好了，摘吧，看我会不会。这还是个婆婆丁呢，嗯，啥都有了，看怎么样，像不像那么回事？像，就是近了点吧。近了，我就想整窄一点，这个整这个整洋葱。哦、嗯、啊，整都。这个韭菜得宽点。哎呀，挺累呀。挺累呀。挺长时间不是干这活了，轻松的。看你挺轻快啊！你看他干的挺轻松了啊！哎哎，刨一会儿怎么就刨的有点深呢？你刨的深，越整越宽了，你那头。爸爸不直溜哈。行，弄这儿。我操！他骑车玩去了。哎，这个玩意儿吧，我跟你说，得掰掉，这样才好。嗯。远就在近点，去架上这么远的石子。这根没嚼好，太长了。嗯、这边奶还看着你们嗓子干活呢。哎呦，种完韭菜了，种开始插毛虫。这小毛虫啊，从哪淘上的？这么小啊？嗯我其实咱不为了收那个洋葱，就是吃蘸酱吃，啊，小点儿吃，小点不辣。该多啥？一会儿碰屁股了啊！碰屁股。完事儿了。有机会还得整一下这个门，这个门有点不行了。这到屋里再拌点辣白菜，就辣白菜拌料，整点这个吃，再还有点汤的面。吃汤的今天，做好了，简单的饭菜哈、啊，这不简单了，
挺好，土豆丝、豆腐还有大酱、辣白菜，嗯，非常好。那叫什么下饭菜？就是的。素菜什么下饭菜？咸菜吗？能吃吗？嗯，吃。坐那得劲吗？得劲，行。快吃。坐吃吧。嗯。